哦，这个打结很严重哎，你看腿上全是结。之前有没有给他开过结？没有，没有啊，那他可能会叫啊，可能嗷嗷嗷叫，应该才三四个月吧。嗯，这些反正身上都是结，也舍不得给他剃，那就给他把那个结全部给他梳开哈、啊。一个满身打结的小狗，终于把他结全部给他梳开了。来，必须要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。我看你皮，哎，好像这个拔耳毛的方式不行。好，来换个方式。看耳毛拔得干干净净的，嗯，用这个小水啊挤进去，滴到耳朵里面，滴个两滴就好了，是不是干干净净？粉红色的呀，或者是猪肝色的呀，那就是脚垫的色素不太好。这个是第一遍的深层清洁的一遍，然后这一个是可以说是洗白的吧，然后这一款这相当于护毛素一样的，舒服吗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又是三个月的小狗做美容。你看这个小狗，哎呀，我丢啊！哎，找准机会就是给它一顿剪。剃得太慢了，就错过了它这么呆萌的时候，圆滚滚的样子是吧？对，这么呆萌的时光，很可爱，很可爱的。嗯，长大了过后你再也找不到这种感觉了，是吧？也不贵，本来短短的哈。老老实实的修修一下，哎，我们把他眼睛露出来哈。他好像都很塌，没事。谁家的小孩狗那么惨、啊？小狗就剪得呆呆的。